从他给潘武雄手中接过 Open 奖象征性物，小小郭郭宏志正式成为统一狮新队长。总计48票中，小小郭以最高票30票打败另外两位候选人陈庸基跟刘玉成，就连上台致辞时也不改以往冷面笑匠的风格。我们现在开始，我们以总冠军为目标嘛，然后希望从九季的第一场开始，就是胜场奖金的开始，好不好？好。反正财务长出，没有办法出奖金的话，我也不会出哦。所以大家就尽力而为啊，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也不要找我。我说队长啊，以后有事不找你，难不成是要找你手上的 Open 奖哦？大家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，一样可以找他给。好。啊，我会在旁边辅助，因为我也没当过队长，所以很多事情我也不懂嘛。然后最后要跟大家讲的就是，Lion Go 哈。刚刚那句话翻成中文就是"英雄师们加油"。面对新球季，郭宏志除了多了一个队长身份，也希望要以健康的身体投出想要的成绩，带领全队上下朝总冠军迈进。我来体育新闻，肖勋昌与细节肯定采访报道。